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好好运动时间了，大家准备好吗？玉米老师又要教大家来做瑜伽，今天瑜伽当天配咯，很多懒人瑜伽，啊，你是毛体力啦，动脚啦，根本伊懒懒呐，吃到很多很多啊，根本伊心情唔好啊，根本伊太脚呀，安样个身哦？用毛体力好做瑜伽，好做瑜伽，安样啊？用懒人瑜伽，玉米老师呢，根本伊有带道具哦。好用牙的按摩球，好按摩棒，好各位呢，你大概一定有看到一个好一个木头，你那可以不卡有存钱筒啊，有各样的做个啊，有圆圆的棍的就做的，好就做的了，嗯，疏解疲劳，可以按摩，嗯，那全身，嗯，不是钱，不是不认穿，嗯，去甲穿，好又懂快乐，好来了，好玉米老师来，做本大家看哈，好。安先先压哈，安先降从头拿开始，头拿啦，降肩啦哈。嗯，一美老师做本太假看哈，好睡下来哦，嗯睡下来。哦，向右边好嘞，向右边较顺。好，变了咧，好呀。这样呢，嗯，上次咪你听我讲诶，老师我又冇买安呢。好，我唔第二用嘛，其实也当简单。你用买一条哈，你可以用一升银，也唔会坏啊。也很多泡面的滚筒，哈。啊，某些咩，因为老师才会用个安尼木头啦，用木棍哈代替。好看啦哈，你先睡下来，好睡下来。看安尼头呐，有当多穴道，有冇有？安尼个一头呐，有冇哈？哎，你唔要睡木工贴头哦，唔咩哦，安尼按摩哈，你就睡到呀，你听听呢。好，听听安呢，好做片，做片呀。你就吃到有酸酸、有酸软、酸软的时候呢，你就停到呀。好，你停到呀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好转来，好按呢，轻轻的按摩、哦。你看到玉米老师做，你就吃到讲，哎呦，要按舒服呢，你就动向来做哎。好，慢慢的左边、右边摇一摇，好，来到右片。好，要有动到穴道咩？按平常啊。那按摩棒啊，那输的出力，哈，那按摩输的出力，人家安尼用膝盖身体的重量，哈，不是出力，做安尼按摩，哈，啊，你可以压太阳穴，好对呀，压太阳穴的手你就不用了呀，你做安尼不用等，好，慢慢的，你做这样，头皮不用轻松，乡亲朋友。真紧当舒服啦，啊莫骗啦！你去买一个安尼滚筒泡面啦，好买较好滴喂，莫买个安尼有个塑化剂个啊，你就买到安尼有一点硬硬诶，也系安尼制作单位准批个，等下问制作单位在那买，啊制作玉米老师制作用易的当舒服，好一片，好中间主要一片，好慢慢的，好弯片，好弯片没重要。啊，你停了哈，好，一头呢做好些呢，人类都降紧，好降紧呢，降紧哈，平常啊会安尼落枕啊，会不舒服啊，你就要降紧哈，安尼中等呢，好按降紧呢，你就中央哈，压穴道呀，慢慢的吐气，你就不用轻松，好深呼吸。好，按摩，慢慢的吸气，吐气。好，听到呀？这么要很多懒人瑜伽了。嗯，你这个不用动手，好，你这个呢，好，有一个工具哈，帮助你消除疲劳。好，慢慢的都要吸气，吐气。乡亲朋友，玉米老师当讲哈，嗯哈，不卡哈，准备一些好安尼工具啊，哈，然后嗯消除疲劳啊，按摩穴道，好安尼当舒服。好，等一下我用个木头也系给安尼，好你存钱筒啦、啊，滚棒，好，好一下从头拿个奖金，也来了哈，手背。你看哈，那个腋下淋巴，你按呢，放起来，
也腋下淋巴安尼来过去，人家去动到淋巴结咩？也滴咧，嗯，平常哦按摩啊，你来唔到，你说安尼，哈，纯素纯过去，哈，安尼病到呀，哈，安尼听听听呢，哈，侧边，哈，你素咩病到呀？哎呦，后背有个天中穴，你按摩到个哈，个天中穴我动，动酸软，动酸软，好，慢慢的安尼，腋下淋巴哈，慢慢的。好，吐气，好，吸气。哦，一只泡面滚筒真运动好用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当舒服啊。做多你就会想睡么？你那个肩头酸软啊，你肩头痛啊，没中了做肩头，那做下腋下淋巴，给爱反射区。好，慢慢的这样吸气，吐气，嗯。好，安尼滚哦。你左片做好，做右片咩？好，安尼。也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一美老师做一片，另外一片呢，你去甲专心做。安尼啊，就做较多点本，好，你就可以学多较多。好，你可以也哈拿起来。安尼跟肩头有嘛哈？也手背呀，安尼，安尼按，按对呢，安尼按。好，安尼按摩。你竖高一些，嗯，假使讲头脑温暖哈，你说安尼。好，撑电器，安尼头拿撑电器，安尼，安尼撑电器。你假使讲一口一发，你就头拿绑下来，好，哎呀，绑一个枕头没做得，头拿绑下来，绑一根枕头，好，安尼。因为老师老太甲讲哈，安尼树哈，打开了也树，一滴嘞也有一个穴道，你阿命都呀，阿动酸动酸，一滴嘞哈，一滴嘞，嗯，咩啊做运动啊，做一个手背运动有嘛哈，安尼做来过来。哎，那你来过来的时候呢，我来到一条筋头，一条筋头来这个做唔到些哈，你就用个滚筒泡面滚筒按摩，你看你安尼来好些，安尼舒就可以，好，你就你那个舒就可以变到很卡神法，好，就做就一条动作就可以老人舒变到很卡神法，你做呀，就做呀的时候呢，很重要，要按摩，要按摩呀，呀滴嘞，好，要当重要一点，不说因为老师做卡多多。安尼来过去，好，嗯，那停哦，那停停好些就安尼滚，安尼停通，安尼停通，好，好做好些呢，好，按反过转来，按那个腰背酸痛啊，腰背囊啊，背囊也酸个痛啊，按这个按摩唔到，照样照唔到，按讲背部系细胞休眠区，好，所以讲，嗯，说什么按什么照唔到。好，你运动咩？你要疼痛唔到，你输来唔过去。好，你睡唔起，你就往多听听。好，你就用个安尼泡面时候，你就做点哈，你就从呀睡下去。好，睡下去得了。好多呀，你就输手抱头安尼，安尼按摩。好，你脚要脚哈，嗯，你测测看摸湿的没哈？你就弯曲脚弯曲安尼。吐气，安尼，好，安尼按摩，好，安尼吸气，啊，好舒服啊，当舒服，有冇让挺胸？好，吐气，放起来，安尼可以了，那个脊椎哈，脊椎椎节之跟椎节之间一间一间的哈展开来，看唔会长骨刺，过一个释放两个腰酸背痛。好，空格多啊哈，安尼，拎来拎去，安尼拎来拎去，咪可以左片，好，咪可以右片。乡亲朋友，安尼客家电视台按用心嘛哈，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，所以想讲哎，带本乡亲朋友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幸福的人生。好，故说按花同多的时间哈，花同多的个精力。好，做动多的事情，就是爱为到帮助乡亲朋友身体健康。故说，莫总爱看，爱做，安尼真有效。好，你总爱看，总爱玉梅老师健康听听啊，你莫健康，因为莫做，你做爱慢慢的安尼滚来滚去，滚来滚去哈，滚来滚去安尼。好，到野外时候咪系中央，然后野外冰下来，下地位冰到野外呀，冰到野外呀，安尼，安尼，有冇？你做安尼，好，左片右片，左片右片，安尼就会按摩到，好，安尼就会动舒服。啊，假使呢，冇去买块泡面滚筒，你就可以用木头，
好，唔好靠有按摩棒啦，有个嘛个系咧，有竹筒啦，有个安尼存钱筒哈。你从胸呀胸腰一模一样，好板凳椅安尼，像刚刚哈，硬刚的东西哈，做到越深入，硬刚的东西哈，越有给效果越深，好更紧。胸腰好，各位胸腰哦，也没胸腰。一美老师哈，张口是跟他们某用按摩棒。一美老师在给瑜伽教室哈，一堂课有专门搞给按摩棒哎，哈，滚筒泡棉的按摩的懒人瑜伽，啊，这些等，但是主要也得动作，可以帮助人释放上半身的疲劳。记得咯，哎，那个背囊骨啦哈，用呀按摩，轻好，非常的好，安尼，安尼，背囊骨安尼按摩，安尼按摩，好，安尼按摩，好。故说呢，相信朋友，不管你不卡有乜个东西，哈，你用来现成呢，你有钢杯咪好啊，哦，过系个安尼嘛，迄个，塑胶个安尼，塑胶罐呢，有嘛不卡有个塑胶罐呢，冇用诶哈，塑胶罐呢咪做得，你就可以用安尼身体的重量，身体的重量，利用个工具做懒人瑜伽。好，嗯，做完上半身，嗯，来调息一下，好嘞，来歇困一下，来撩一下哦，慢慢的调息，不用强松。